怎么了？哪不舒服？你怎么说话不算数？答应我的东西呢？特别通行证，谢谢你，行政。 你要这个干嘛？当然是耍威风。听说有了这个通行证，就可以在府里任意行走。再怎么说，我也是未来的当家主母，总该有点特权吧？那你也悠着点，别威风过头了。现在刚醒了。 你不是给了我通行证吗？我就想到处转一转，没想到不知不觉就走到这儿了。怎么了？这儿有什么特别的吗？别再来这儿，我跟你说过，这儿闹鬼。闹鬼？不会是个小鬼吧？ 什么小鬼啊？你看这儿，这儿好像是指甲的抓痕，肯定是个小的淘气鬼。刑侦，刑侦，那是很久以前猫抓的。刑侦，刑侦。 行舟，这是你送我的。
我们打个赌如何？看今晚谁先喝醉。如果你输了，就从明天开始将我枪法。如幻的浮沫，谁看破？与枯枝中坠落，爱与恨都不敢痛彻。是喜怒的快活，假的是你，我是真的。相融被吞。